是我的垃圾袋，说我要找，不要，不应该找我自己的，就这样行吗？啊，啊，这样行吗？啊，我今天想当甄选，找我们的最优秀的主播天奇测试，听见了吗？什么三只狼，三只羊，说三只羊。啊，我是三只狼，不，三只羊的主播于天奇。说，再说，重说一遍。我是三只羊的主播于天奇。嗯，你是什么？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三只羊，三只羊，三只羊。他是三只羊的啊。好，这是小羊甄选的小羊哥的第一款产品，小羊甄选垃圾袋啊，做的就是品质。来，好，现在让那个天奇测试一下。啊，好，来，这是怎么用啊？怎么用的？首先呢，我们把它撕开啊，啊，把它撕开，一卷呢是15只的啊，15只。好，对，哎，很聪明。哎，我教错了，哎，得这样撕吗？哦，是的。你又错误示范，不好意思，该打。好，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装啊，20斤水，来，给我拿水来。20斤啊，兄弟，我们这个正常两个，你两个这个去了，来，好，来，15斤，我们正常15斤，平常15斤啊，我们大家测试20斤。好，这个是多少斤？10斤。这是属于15斤的吗？10斤的吗？10斤。好，来，10斤的啊。好，20斤。好，来，天奇。好，来，那提吧，提。好，接下来也来测试一下啊。这个质量不太好。怎么也闹了？没有，没做。那个，就正常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咱们自己家产品，这我自己产品啊。你虽然是我们三只羊优秀主播，但是你也可能是被踢掉的第一个主播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有点紧张。哪有你踢？你这样踢他能不烂啊？你不要学我呀！我当时是故意翻车的别人产品，我要翻车带货，我这不叫翻车，我这不能翻车，可懂？我知道了。你不要学我，我以前这样踢我是故意的，懂吗？懂。兄弟们，他学我，因为他也算我徒弟。要不要来试一试啊？啊，那肯定要撕啊！都翻车了，能不撕吗？再试一次啊！好，慢慢提，我教你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啊，看好了啊。好，慢慢，哎，看，20斤给他提上，20斤，慢慢，哎，这样慢慢的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轻轻的提啊。好。先慢慢提是吧？慢慢从这开始提，慢慢的提。好，手慢慢的提，慢慢提。哎，哎呦我操！你干嘛？哎呀，没有，我试一下。好，接不接是？啊，重新提一下，重新提一下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看，教你的，我慢慢提。教你啥？你这是干嘛？你这是干嘛？啊，哎呦，我怕提不了，我劲儿小。啊。嗯。我就知道他，啊，一看就是这个天奇啊，故意的。来吧啊，平哥，这么看啊，小羊甄选垃圾袋，我跟你说啊，小羊甄选今天做的就是品质，哎，就品质。再做一次。好，你刚提开了之后要给兄弟们讲什么都忘了吗？对，这么看啊，明白了。哎，那讲啊，你看啊，20斤啊，看，哎，看，20斤，小羊甄选垃圾袋，来，试一下摇一下，兄弟们啊，摇一啊，慢慢的，轻轻的，轻，哎，提起来，好，质量非常不错，兄弟们啊，摇一下啊，
哎，兄弟们啊，打一下一个人打就够了啊！哎，小兄弟，来来来，我来。现在你们去超市啊，75只，蒋哥做的就是品质，我要把小羊这眼做上市的，一共5卷啊，五卷，一共75只，每卷15个。你去超市买一个垃圾袋多少钱？这一卷差不多得20多块钱。好，蒋哥今天9.9块刹车，10万单啊，10万单，刹车。要谁找谁？亲亲，妈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别骑，马上去！哎，你刚才两几个人呢？你的3个人过来，就过来，叫过来，上车了啊，兄弟们啊！9.9块，75只，小杨哥，你打电话给他们，垃圾袋。哎，停，你打电话给他们，你说小杨哥叫我们来领奖，领奖金。什么？你说小杨哥叫我们来领奖金。好，来去说。亲的，9.9块，对，9.9块，兄弟们啊，那必须9.9块啊！上车了啊，兄弟们，9.9块，75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再打两个。那个袁达在你身边吗？在的是吧？叫小杨哥给你，来，过来领奖金。小杨总叫你过来领奖金，过来。快点，赶紧过来，来直播间，快，赶快板凳拿过来，快点啊！多大了？好，就慢慢来啊，自己看。小杨哥垃圾袋都需要的，9.9块，15个。蒋哥垃圾袋就做一个品质嘛，推过来啊。你兄弟们给大家有没有大牌？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做的细节啊，你看一下别人那种粘胶啊，咱们这个给你贴了个小样赠品，一个小纸条，看到没有？可以。哎，一拉，哎就可以打开了。有没有大牌？打开我们这样一震就可以了。都怪你，对不起，都怪你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来，有没有大牌？来，大牌来。有没有大牌？是吗？是吧？啊，有没有大牌？一阵就开了啊，一阵就开了。你看这个算不算大牌？这个算不算大牌？不知道什么大牌，红色的不是大牌吗？是吧？这个算不算大牌啊？不知道。亲戚，那天杰要讲了。天杰。来问一下了，这是个大牌，是吧？这算不算大牌？是大牌 ，SK Two 嘛。哎，有点见识啊，我都不知道。来，这算不算大牌，兄弟们 ？SK Two 啊，坐会儿。坐会儿。这算不算大牌？是吧？算不算？但是只有10000单，因为这种东西啊，不可能给你限量卖的。这种东西我们卖，为啥不能限量卖？我们还要求着别人才能。为啥？凭什么给你卖？这个缺人家卖吗？缺你去买吗？那我为什么在我直播间出现？哎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有强，我们强势，我们那我就我们有能力，那我就不取，他不给我卖，我就不卖。兄弟们看，不全卖吧？啊，你们现在去买一瓶这个直接，你买多少钱一瓶？你们平常买？啊？1000多。1000多一瓶？这还要一千多？1000多一瓶水啊？啊？1340，这个，对，1340，专柜1340，我用的就是这个，但是我用的是纯黑色的，是不是？就看小哥啊，中间是神仙水，这个是神仙水，对，神仙水是吧？这个神仙水多少钱 ？SK Two 啊 ，SK Two， 你讲要讲出来没事儿啊，1400，SK Two 啊，那个 SK Two， 这1400，这个小的是什么？干嘛用的？乳 ，SK Two 的乳啊，这个乳得几百块吧？600，六百多，加起来大概2000多块钱，2-3千块钱，2000多块钱。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就10000单，我们有能力去卖这个情人节。还有多少钱？我为什么准备这个情人节嘛，送这个嘛。情人节还有多少钱呀？送啊，还有10几天够了呀，够差不多了，买回家10000单啊。情人节啊，怪不得了，9000单，怪不得卖这玩意儿。这个瓶能不能给我9000单？兄弟，你说我卖的假货，兄弟，我要卖假货，我就不能在这待着，我早就进去了，我早就死了，我就坐牢了。留给我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一人一瓶啊，我可不可能卖假的？兄弟们，帮小哥在屏幕这准备啊。